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老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打的是三颗星的布鲁皇啊，没错，差点忘记他的名字了。OK， 那这次呢，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单挑了。那我记得在上一次的影片好像有单挑过。对，那我这次派出阵容是四只巨金怪，一只罗斯雷多，再一只希多兰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。那这一场呢，我开的是四人房哦，原因就是因为里面可能也有人在打。对，所以我不想跟他同房。那我们就快速进入战斗画面吧 ，Go！ 好，我们已经进入战斗画面了。首先，一定要第一只派的是我最目前为止最高 CP 的一只巨金怪哦。对，没错，是3300。我稍微把它提升了一下，可是发现超级耗星辰的、啊、这个，然后它糖果也是得来不易啊。看这边呢是效果绝佳，我们。根据上一局的结果，我就应该是打得动了。对，毕竟要学会星犬嘛。往这边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哦。那这边呢？不知道有发生一个 bug， 就是我发动大招下去之后，它会回溯啊。哦，接下来轮到我舍友的巨鲸怪。对，那个 bug 还是蛮讨厌的。什么时候官方才要修正啊？就是激发彗星犬下去之后，它会回溯。然后这边在116秒上好像已经黄血了。这边它的吸纳还是一样痛啊，这个也是很不规则。啊，这边换到了罗斯雷朵。这边呢一样也是效果绝佳，难怪是系统他推荐我的宝可梦。OK， 那这边在89秒的时候已经成红血咯。那我吸浪不要太痛啊，这个。Oh my god， 又是一个发吸浪，我就残血了，这个太痛了吧、欸。然后这样子的啦。好，这边再送他一发彗星犬，屁呀、啊！为什么会说？又来，最好是啦，还一来，这是假的啦，这 bug， 什么鬼啊？好啦，我们成功在48秒钟成功击败他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奖励吧，四个金莓果，一罐好伤药。有诶，神奇糖果，好，活力碎片1000星辰，然后再4000金子，就这样，哦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14颗球，那我觉得是应该一球就能够抓到它了啦，应该啊，不确定，呵，那我们丢一下凤梨果，再转球，我们不用等它攻击好不好，我们就直接丢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球就抓到了，不错，这次还蛮听话的。OK， 那想必这只 IV 应该也不怎么好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贝老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